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这只毛茸茸、好可爱的熊宝宝。最近啊，网络上这段小熊打瞌睡的影片爆红，因为这只小熊明明是已经爱困到眼睛已经张不开了，但是还是拼命的努力硬撑，要挣扎着不睡，模样真的是超级卡哇伊。尽管前脚的爪子看起来挺锐利的，但是圆滚滚的大头却越爬越低，不但顶到了木板，连鼻子都压歪了。宝宝睡，快快睡！就在小熊快睡着的时候，惺忪的眼睛突然睁开了。虽然看起来眼皮挺重的，但还是要挺住。台车下面有只小黑狗，早就不知道睡到哪儿去了，但小黑熊硬是忍着不睡。再把脖子挺起来，没办法，眼皮还是撑不开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撑不下去了！别再拍了，人家要睡觉喽。记者宋可报道。